今天我们不去飞行。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，没有人呢。你好，辛苦辛苦了，今天。欢迎大家来坐我的飞机。怎么有掌声啊？我们飞机为什么会有颠簸呢？这个时候还是有所期待了，是不是？也许呀。老板，在我这边。你好，女士。下雨了，到底什么样的？哎呦，让大家从起飞地到目的地去旅行。没有啦。想去客栈、帐篷去感受的都可以。我们先让小朋友，去哈。刚刚已经来过，刚来了两波的小朋友。一波比一波活泼。首先我要问大家，有没有见上来之后应该怎么样？全部提到，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哎，在下面是不是悄悄呀？爷爷奶奶回去带给妈妈好吗？今天是母亲节。可以直接就收走了。太不容易了。就一次。就第一次来这里。对。感受一下，来，要点这样就可以了。看到吗？我身上里面有带玉。什么带玉？有带玉吗？你说这个吗？啊，模拟舱，跟小朋友讲解。还有三个人都有。啊。